梅兰芳首次访日演出100周年纪念美术巡展《神户展》24日在神户中华会馆开幕。来自日本关西的华侨华人代表和日本友人代表近100人出席。本次巡展得到了中国国家艺术基金的大力支持。自7月起，已先后在东京和大阪分别举办了为期1周的美术展览。展出了大量梅兰芳纪念馆馆藏的珍贵书画作品，吸引了众多在日华侨华人和日本民众到场观看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